我即使这时候移动了这个纸杆，好，我都移动了，好，动过了，我是要表达说它的稳定性。只要我再把它塞回脚标内，好，我就习惯把纸塞回脚标内固定。好，不管是让拷贝，第二次可以看得到这一段的距离跟这一段的距离其实是斜的，只是有点放斜，所以刚刚读取这个角才会稍微有点花点时间。
现在我呢把整个纸稿，因为我的台面不够大，我是故意用小台去做，我现在补右边这一段，我就只要把纸稿往左移，然后把刀尖再移到角标内就好了。这样来讲，它这一段都补上了，就完整了。